感觉真的。
従っていればよいのだ。贴近一点，比较不会动。抓到了，能格挡更好。
开始吗？感谢新观众的支持。卡住了，卡住了，不要动。刚好断到那边，谴责有效吗？应该说这个谴责有效。这一轮很顺，干这一轮每一个都超顺。我怕崩在后面。这边也是定住他，定住了，定住了，定住了。刀身加那个电刚好可以控住他。
刀身体要三下都中，然后进了一堆伤害。他好像是打到几下伤害就会后仰，所以这种多段伤害的是电的好处。这边可能会翻车啊，小心啊！我都没补血，这里完全不补血，这里最危险。決心的血，決心的血。我要翻慢了，这里慢了，但是我强制让他不要慢太慢。这边进来的原因是为了补牛，所以那边去扣血是不会怎样，不要被反速就好。然后这边要偷刀，
吓一跳，我以为宕机了。当遇到一个奇怪的 bug， 我以为宕机，但你看，刚好这个爆炸让动画觉得怪怪的。太多血。这血量我真的没把握。干！发！
以。我以为宕机了，没事没事。结束，超越自我，一点点。Medium， 好像也没超越，进步了40秒，感觉慢了一点。刚才团卡住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一阶段团卡住，然后团那个尾还好打得到，害我傻眼一下。精简万分，那个不知道是不是 bug， 米利安卡住，还好我们哇，今天超越自我这么快，有没有换其他一款？但感觉这样不错，今天如此快速，我们就越来越快了，再更稳的话。不过后面慢了，你看尾王慢了16秒，尾王被那个吓到。